韩国女子天团 BLACKPINK 喺寻日下午公开新歌《Pink Venom》嘅 MV， 发布咗只系27个钟头，点击率已经高达9545万次。喺发布接近30个钟头嘅时候就冲破咗1亿。纽约时报更加大赞呢一首歌嘅 MV。只当乐迷觉得已经冇咩新鲜风格嘅时候 ，BLACKPINK 嘅音乐再次带起新嘅风潮啊！不过网上疯传 BLACKPINK 藉住新歌暗穿另一个女团 TWICE。皆因有韩国网民发现歌词中别想带着跑高，怀疑是暗指 TWICE 为戏院任代言人，因为曾经推出 TWICE 组合套餐大销跑高，而 I talk the talk、 I close my eyes and don't look at pop pop 以及 one by one and two by two 等的歌词都被指影射了 TWICE 的新专辑 Between one and two 主打歌 talk the talk 以至 TWICE 成员那年的单飞出道歌 pop， 事件引发双方粉丝在网上争论。